搞错主题，江可云随时再添一桩。其实我本来真的还蛮衰，我连来上个通告都很衰，就是你们通告一打来就说好，来开始说吧，绿茶婊。我说通告叫我绿茶婊，他就说对啊，来啊，开始不是开始讲你绿茶婊故事，然后我说哎不是，我他一起是衰事，他说你真的好衰哦，他怎么搞错了？今晚11点，东森超市33频道，妈妈好神之，俗女家务事。